检察官临时传唤连大峰的父亲连佑德作证，被告跟辩护人也没有问题。连环父亲作证，决定好了，是，我也改变不了，让他说吧。请问证人，您是被告连大峰的亲生？不是被告，是我有话要跟我儿子说。连大峰，老爹，这是法庭，你在干什么？我知道你为了我生病的事情很烦恼，烦恼以后不知道一个人怎么照顾我，烦恼没有钱付医药费，连退休金赔进来都不够，对不对？这是我做儿子本来就应该做的事。你当一个警察了？你有负起一个警察该负的责任吗？审判长，现在应该是公诉人诘问的时间。报告审判长，证人现在所说的就是我想问的，请让他继续。让我把话说完。爸，你最近躲在医院里面，你是在怕什么？我从小就教育你，要做一个诚实善良的人，你做到了吗？你当警察的时候，你还跟我说，要跟爸爸一样，当一个让人尊敬的警察。我知道你为了照顾我，要赚钱，压力很大，但我相信你也不喜欢做一个连你自己都讨厌的人吧？你要是没有把真相说出来，会是你以后人性上的一个很大的污点啊！可是我不要再想东想西的。你想做一个诚实善良的人，大家都会帮你啊。你知道这一阵子都是谁在照顾我的吗？一凡，连爸，从一凡每天到医院看我，带东西给我吃，连我的尿袋他也愿意帮我换。罗斯林的薪水还是他帮你垫的呢，你有这么一个比亲兄弟还要亲的换铁可以依靠，你还在怕什么呢？老爹，你不要为了担心我去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。爸爸不希望你为了我而背弃了一个当警察的初心。审判长，证人已经延误了。我答应你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就算你不在我身边，我也会很坚强。我会好好的做复健，让自己赶快好起来。你在说什么？不要争执。走开！不要碰我！连爸，你走开！我。走开！这样可以吗？我认罪。阿三，
在干嘛？快坐下。大鹏，我们先休息好不好？庭上，这是案发当天，我胸前的密录器记忆卡。看了哇，没有，好美哦！这个都要给我吗？啊，当然啦、啊！啊，要给你哈，还要给哈我的小孙女哈。那我就是你的干女儿啦！啊，你早就是啦！哦，来来来来来，啊，哎，舅舅啊，这个床是我挑的啦。啊，我昨天花了一个晚上把它组起来。哦，你花了一个晚上组起来那么久，你还邀功嘞？我又没有当过妈妈。如果是你当妈妈，那才可怕嘞！就小孩子睡着的时候不小心把他压到喘不过气，然后你还在那边睡他吧。较细声的啦，英达爱安静啦。哦，英达，啊，这顶吼就是你的眠床，啊，以后吼这里就是你的家，哈，知不？那我之前的房间呢？哦。嘿，一环公吼，你住海景唔好啦。如果我有把你当作自己的女儿吼，要用那个家人的对待方式啦，对吧？对啦。谢谢你们。挑事啦。这些东西全部都很可爱，很美耶。这些都是赵律师买的。会不会花太多钱啊？不会啦。谢谢你。还有这些，这些也是要送给你的，你看。好可爱哦，是谁送的啊？是大鹏。
是他哦。今天法院才刚刚宣判，连大峰分队长因为执法过当被判有期徒刑五个月，缓刑两年，民事赔偿170万。啊，哎，啊，安尼算起吼，有判较轻无啊？哈，嗯，缓刑两年部分，如果行为表现良好的话，是可以不用服刑的。哎，170万哎，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啊。其实，因为上次他在法庭的时候，他也承认了他做的不对，法官也已经判了执法过当，这样子就够了。因为他要被关或者赔我多少钱，都还不了阿丽亚。所以，你肯原谅他吗？嗯，还不行。可是，说不定以后我可以原谅他。英达好像很开心耶。英达，他是不是要跟我们聊天啊？来开杠啊！英达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好臭哦！又不是我，刚好看我了。是他啦。哦，英达要换尿布、哦，这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这我会。哎，那阿武，尿布湿纸巾。你会换尿布？英达，我帮你换尿布嘞。我们老大以前是幼保科的啦，他很喜欢小朋友。你是幼保科的，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说？那你这样不就是专业的奶爸吗？那你想要升级？好了，来，那铁锅放在床上了，换新的。我们整个植护工都会动员起来哦，看能不能筹多一点。我们在想，除了能帮大峰还他的赔偿之外，剩下的还可以捐给移工协会啊。可是真的筹得了这么多吗？可以吧，这是做好事哎，我对我们植福工的信众有信心啊。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法律真的有用吗？看判决，妮妮好像告赢了，可是她真的有赢回什么吗？以后就真的不会有下一个阿丽出现？这我是不知道，但我相信还是有天理在的。你看，这是打你妮的撞见小康。嗯，这就叫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。虽然没有办法让他在欺负你，你和拍裸照这件事上面定罪，但老天爷迟早会给他应有的惩罚。老天真的有在看。恭喜，听说你帮了秋瑾很大的忙，从此不能小看你了。你怎么好像很久没吃饭一样？嗯，好像像饿死鬼一样。因为我最近关心你的事情，都没有办法和我吃顿饭。那这样，等一下黄昏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在另一个世界看到你。嗯，你比较像饿死鬼嘛？我赶快吃，要不然我等你倒了都被你吃完了。说真的，如果你一直都没有办法找到你阿妈，怎么办？只想知道他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不好，即便知道他好好去投胎都好。他这么好的人，不应该在地狱受苦。
后断腿又被抓，你怎么在这？小康，爹关心哦，都要来接受煎熬。啊，这起的哦，做偌济歹代志，你敢知？咱今仔会淡薄仔长，都我好尔嘛。但他不是还活着吗？啊，我要等到他死掉，我是要等他当死啦。请问你是？我跟你讲，林北的是哦，第八殿恩仇殿的阎王啊。你敢是叫这罗一凡？你知道我？我咧学长啊，逐工都咧打电话来，讲有一个青鸭仔，逐位要找阿嬷，啊，搁会招来咱十殿阎罗殿遮闹。啊，你讲的就是你嘛？这混蛋是应该多受一点折磨啊。那他前几天车祸断腿是？啊，迄个先生袂当好死啊。啊，今嘛吼，可以食一点仔苦嘛，应该啊。他的阳寿未到，还死不了啊。那我阿嬷呢？你不要让他受苦啊，他真的是一个好人。人生哦，有足侪意外的啦，在所难免啦。啊，什么人要走，无一定的嘛。有的人避会过，但是有的人就是避袂过啦。啊，这恩仇哦，拢是爱还，也是爱报的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哎，阎王，阎王。被你找到，我还是阎王吗？哎，哎，阎王，你都无了。阎王，你有看到我阿嬷吗？她来你这里，可不可以不要让她受罚、啊？你卖金啦，青鸭仔。你有看到我后边这间庙，安尼买倒买倒，就表示讲你在世的时阵吼，有足侪人搁咧怨你，啊来搞我家吼，你得灾死啊啦！算了，先不要管我的事。那怨恨我阿嬷的人很多吗？没啦，恁阿嬷的人很较好，对吧？你放心，恁阿嬷来我这个店哦，我绝对袂甲伊接话啦。谢谢。哎，奇怪啊，是讲时间已经到，那无看到恁阿嬷。阿嬷，你即摆伫倒位？啊，我来叫你，你敢有听到？阿嬷，阿嬷，阿嬷！怎么样啊？赵暖回你讯息吗？没有。也该是折掉这朵花的时候了。常常我最新的私房哎，哇，好美啊！我以后一定要跟我心爱的人一起来。我也要带妹妹过来。哦，美娟，啊，阿冠生，哎，冠军，生意好不好啊？嗯，都是老客人，我现在还是有在接一些伴桌啊。生意不错啊，还有定位。哎，真的。
这是我帮小琴留的位置啊。我跟他说过，要开一间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店，然后他一定要过我第一个客人。其实我更想坐在这边看人的变海，有时候一看就是看一整个下午，看到太阳都下海了。而且我也想象他就坐在我前面，就给我帮他煮的咖啡，吃着他最爱我做的手工饼干，他 Q 饼干的样子已经吃了满眼东西。可我知道不能继续这样，不能够沉沦悲伤，不应该疯狂天上，我决定用我的思念缝成一双翅膀，就请你带上它。就请你带上它。一百个，你随便逛一下，逛一下开车好的时候我再叫你们。冠军，哎，我们来参观一下你的厨房。好啊，我们看看哦。哇，这里很温馨哎，虽然小小的，但什么都有。我开始期待你今天要煮什么给我们吃哦。对啊，我的店虽然很小，不过客人都知道我的菜绝对不会马虎的。嗯，这是menu吗？对啊，可是我这边帮小琴喝这个。哦，好香哦！这锅是什么？哦，凡哥，很有眼光哦。这就是小琴最爱的九江红烧肉。哇，你很大方哦！这本来不是专属小琴的料理吗？竟然让我们吃到。那是因为你们是我的一凡哥哥跟赵文锦锦呢。哎，对，冠军，正好、我可以给你订菜吗？下礼拜五刚好是我爸25周年的忌日，我妈刚好在住院，没有办法准备。下礼拜五？嗯。怎么这么刚好？怎么了吗？嗯，没事没事。好啊，我来帮你处理。你想要什么菜跟我说，好，交给我。那也麻烦你了。温为人请你来照顾我，他是一天付你多少钱啊？温先生有特别交代，不能跟您说，哎，怕您会介意。他只希望你好好休息，赶快好起来。嗯嗯，景静，是不是打搅到你了，婉妮？你的本名应该叫蔡婉妮，你怎么突然改名？你看，叫赵丽玲了呢。哎，当年你们突然搬家了，我找了你们好久啊。怎么样？这个安排的住还舒服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这是我替你们安排的呀。所以你是为人的爸爸？哎呀，原来我的宝贝儿子什么都没跟你们说。哎呀，抱歉啊，当年我搬家没有告诉你，怕您担心。哎，没事没事，老同事了嘛，啊，那就叙叙旧。你先生也算是我很好的工作伙伴，他就意外离开，对我来说也是相当大的损失。当年你先生的葬礼一办完了，你带着女儿就失踪了，我到处找你们，我真怕你们出了什么意外呢。我后来才知道啊，原来你的女儿就是赵暖。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想要生活的低调一点，谢谢你的关心啊。啊，没事没事啊，你需要什么东西尽管说，
我会尽量帮你的，好吧？不打扰你了，告辞。太太，我去送一下客人。房间里的金库还有个袋子，你就拿下来了。是的，快去。怎么可以喝这个样？怎么喝成这样？来，你用。袋子，里面是美国账户的资料。还有三张是美国的机票啊。起来，起来，我问你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前两天你还叫我们去改名字。你不要问，你不要问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我们的不知，我们的不知。你说谁啊？你不要问。我跟你讲，就。等到我下礼拜工作结束之后，我们就去美国。我先穿裤子离开那边，我重新开始生活。失去最爱的人会心痛多久？大概一辈子吧。这份爱真的很珍贵，我希望这份爱留下来的甜美大过于失去时的痛苦，可以让冠军想到小晴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满满的幸福。你又没有谈过恋爱，讲得你好像失恋过一样。光想就很美啊，珊珊死了以后，我好像心里面都少了一块。是你呢？老大喜欢上赵暖之后啊，你动不动就发脾气，你应该心中也有一个洞。我才不是因为那样好不好？我是因为我舅舅的事，那时候为他抱不平，可是现在我渐渐懂了。我觉得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平等的眼光，在老大的眼里，我就只是一个小跟班，反而他跟赵暖比较有话聊，而且很速配。爱情里啊，无话不谈真的很重要哎。也是啊，如果珊珊真的跟我在一起哦，我可能每天都会因为太在乎她，反而我跟你还比较有话聊。谁跟你有话聊啊？恶心！我现在跟你说，从现在开始不要跟我讲话，谁先讲话谁就输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其实吓一跳，原来你爸的忌日跟我爸是同一天。同一天？嗯。那你刚怎么没跟我讲？我爸走的时候我才六岁，那天原本我爸跟我妈在渔港的码头钓鱼，然后他们知道有人开车掉到海里面，我爸就跳到海里面去救人，结果人没救到，自己也溺死。我妈过没多久受不了就自杀了。从那时候开始啊，每到黄昏日夜交替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些奇怪的人，后来知道那些就是鬼嘛。还好我还有我阿妈，我阿妈就带我去看医生，就医生说这是什么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啊。阿妈那边烦恼啦，没什么事情，以前就是现代人说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啊。意思啊，我听拢无。哦，意思就是讲哦，
啊，伊暂时受到足大个打击，啊，出现一寡袂记代志，啊，幻想悲伤的症候。啊，那那边怎？即阵啊，麦克会接受到遮悲伤的代志，啊，可能几个月就好啊，你免烦恼啦。因为这样，我阿妈就超气我妈了，她就完全不准我进去那间我妈上吊自杀的房间。也因为我一直想到我爸妈，我就一直哭。我阿妈就干脆把家里所有我爸妈的照片都丢掉，她希望我忘记过去，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。果然呐、啊，老大，你早就料到了。你忘记上次那个大丰法院开庭的时候，张荣亮不是带一堆人在外面声援警察？那时候我就觉得他在造势了。拿阿丽的死蹭热度，这种人真的很讨厌哎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想要休息一下，你们先吃。暖。没事啦，我去关心他，没事啊。怎么了？对不起。干嘛对不起？你如果不舒服的话，就不要勉强吃啊。你爸当年跳下海去救的那个人，不可能是我爸。什么意思？当年我爸也是开车冲进海里自杀的。也是晴天渔港吗？所以我爸是为了救你爸才死的。我，没想到命运把我们拉得那么近。对不起，是我爸害了你爸。说对不起，我要怪你什么？这都是老天的安排。只是没想到多年后，我们要再相遇。那个时候，我妈也是觉得难以承受，所以就把我带去美国。没想到当年，我们都一起经历过这些。这些啊，我看你里面还有很多东西，我以为全部都要搬走。就这些东西了，里面都要丢掉。这是什么话哥啊？什么保密协议书？我已经跟你们老板讲过了，你们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我们搬去哪，你们签了我才会付尾款。搞得那么神神秘秘，这你就不用管了。你在躲债？这些东西都不要吗？妈妈一定会保佑你平平安安的。你要签一签。大哥，麻烦你快一点，我们还要赶一早飞机。过去都过去了，未来我们要更勇敢。嗯。要幸福啊！我想知道他的回答。
为何这样把你丢下，一个人独自在天涯。妈，你今天感觉怎么样？还好吗？还好。可是你的气色好像不太好。没事。啊，对了，秋菊，哎，太太，你去帮我装点热水。哦，好啊。我想跟暖暖聊一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谢谢哈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暖暖，温为人有没有对你怎么样啊？文人哥还说对我很好啊。为人的爸爸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我前两天本来想去跟他道谢的，但找不到人。你有没有觉得身边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妈，怎么了？你要小心，不要一个人乱跑啊！我都跟一凡他们在一起，很安全啊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还好有一凡，一凡应该会保护你。你跟一凡去美国吧，啊？离开这里越远越好，最好永远都不要回台湾。妈，我怎么可能抛下你去美国？我还要照顾你啊！听我的话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说清楚。既然你已经跟一凡这么好了，你就去住一凡家吧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一凡这么喜欢你，他一定会全心全意保护你。暖暖，妈妈希望你平平安安的。我会平平安安的啊。对了，妈，我有件事情正好想要问你。什么事啊？25年前，爸爸为什么在厕所里面追韩立碧啊？你问这做什么？那是意外。是意外？那我们有必要搬到美国去住，还要改名字，好像在躲谁一样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当年你爸欠了一堆钱，我是怕债主找上门来。现在会有钱可以到美国定居？哎呦，你不要再问了，我现在头很痛。你有事瞒着我，我做什么事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就当我是老人家瞎操心，可以吗？那个时候年纪还小，不知道奇怪，但现在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应该有权利多知道爸一些事情吧？那就是一场意外，你一定要停下来让我伤心吗？可是你知道那场意外害死一凡他爸吗？当年是一凡他爸跳下海救我们爸爸的耶！你不要再问了。你是来找我吵架的吗？如果以后你都要这样吵，你就不要到医院来找我了。反正为人也帮我请了看护，你就去忙你的事吧。妈，你不要这个样子。反正你去找一凡住吧，不要落单。妈妈现在身体这样，已经不能像当年一样照顾你了。除了一凡他们以外，你不要相信任何人，知道吗？好，马脚烧烤。没想到温为人居然是，温为人太危险。妈，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不要再问了，听话。还有，以后少到医院来看我。你们怎么了？吵架了？好啊。你这么不喜欢我，那我走，明天再来看你。哎，不是要泡茶吗？还好吗？我进来了。
在干嘛？阿妈叫咱待外口等啦，你乖啦。你到底在干嘛？没有在干嘛啦，你不要一直问啦。我们判定为自杀，家属任何疑问吗？有效解剖吗？不要看啦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在干嘛？好，我乖，好。为什么我连你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？一环啊，一环，阿文龙，两个是怎样？坐下来快十分钟了都不讲话，面都快泡烂了，啊？你也是你去啊，哈？我找你们来是我觉得很奇怪，既然我妈是上吊死的，为什么房间里面找不到任何可以上吊的地方？我哪会知啦？好啦，兄爷，你再跟我讲一下当年是什么情况。那尸体吼，是伫个迄衫橱啊内底吼发现的啦，用一条锁啊吼吊死伫个遐啦。那真的是死一瞬间的。一般来说，很少上吊有人脚不离地的。哎，吃面，吃面，泡烂，泡烂。我请你查了资料吗？我特别拜托我的学弟国强，去查了一下陈年的旧资料，发现你妈妈上吊的这个案件，当年是红分局长办的，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刑警，结果电脑里面只有一笔简单的报案记录。我在想，会不会是因为资料电脑化的关系，有些档案没有登入，所以就遗失了。于是我就请他再去查了一下相关的卷宗，很奇怪。查不到太多，好在你兄弟我够聪明，顺便请他查了一下你爸爸当时救了赵暖爸爸的那个案件，结果居然整个档案被列入极机密的资料档案里，更奇怪了吧？那是被抓到我们乱查哦，那就完蛋了。你叫一凡咯，靠站站的，卖惨求因老爸老母安尼这款的下场，安尼是无救的。那什么样的资料会被列入极机密档案？对，说来话长了，你跟他解释。哎呦，代志都过遐济冬啊，莫甲想遐济啦。不是啦，我哎，好了，那没什么事的话，我要先走。啊？你还有勤务？对啊，因为快要选举了嘛，上头要我们增派勤务去保护张荣亮。好，先这样。辛苦了，谢谢你跑一趟。是是。路上小心啊。谢谢谢谢。也是讲一环呐，那我看你安尼闲闲无代志吼。你要去把迄张荣亮吼倒走算无？迄无定着对你未来吼帮助。上一届你就问过我，就不要了。我现在还会答应吗？
大母人大母正啊，做代志遐尼啊冲动，啊，毋是咧甲你讲，在社会走动吼，爱怎啊人情义理。你还要去帮忙？嗯。啊，咱开宫庙，敢要共插一个啊？啊，讲迄什么笑话？迄张荣亮哦，是咱地方哦上够力的呢。伊若话要揣选吼，无人敢介选。连刷四届啊呢，啊，认真的呢。要拍你当搞笑了。你讲啥啦？无啦。出去外口吼，唔通安尼乌白讲啦，知无？不好意思，应该是我要请客的。也同样一句话，不要担心，讲在，走，效果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你得多少事情都是这样，开玩笑。哎呀，你们好，来，贵人来了，欢迎欢迎，来，请坐啊，请坐，请坐。赵小姐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您好，你好，这位是，另外我就不介绍了。张委员好，你好。来来来，我们坐着聊，坐着聊。谢谢。哎呀，张老师怎么会来？我帮安排的。伯父。应该是我要请客才对，真的很感谢您帮我妈妈安排了病房。小事情，为人的朋友都是我的朋友，帮朋友的忙那是应该的啊。真没想到可以在这边碰到张委员。啊，张委员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了。那最近荣亮是有一些事情需要安排处理一下，正在想不知道赵小姐是不是愿意帮忙。请说。哎呀，你也知道，竞选连任嘛，所以想要找一位好的顾问呢，处理一些法律上的问题。赵小姐，能不能帮个忙啊？怎么会是您开口，不是张委员自己开口呢？我想，我以前可能给赵小姐有一些不大好的印象。我记得那个游览车意外的时候，她还对我。训斥了一下，所以这次我找温老呢，特别帮我先开个口，或许这样子你比较愿意接受。我想文仁哥他是比我更厉害、更资深的律师，实在不应该跳过他，轮到我。因为我工作太忙了，张兰。把你拖下水，不好意思。为了表达我的诚意，先给你一张名片，然后你可以先考虑一下。这里呢都是我竞选总部的干部们，然后以后请你多多照顾。谢谢委员，请坐。这个是什么？你有没有觉得它很像一只老鹰？怎么？没事。赵小姐如果答应的话呢，我甚至可以帮你开法律事务所。真的很感谢委员这么看重我。但我实在很资浅，恐怕说这个太早。那是要看你背后的支持人是谁。张小姐太客气了，为人这么欣赏你，想必你是个人才啊。投资一个好的人才，那才是真正的获利。爸，不要再为难赵暖。我是提供赵小姐一个选项，也该是摘掉这朵花的时候了。我们边吃边聊吧，啊，来，我们可以上菜了，啊，来来来，大家举杯，来喝一杯，喝一杯，辛苦了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
那天跳下海去救人的只有我爸，还有另外两个人死在同一个地点。这跟张荣亮有关。那有被告，你不敢追究，我敢。啊，你敢不敢去？你的未来，我会好好的带你走。我跟荣亮之间没有任何空间可以让你介入，我只是来当法律顾问。那你就做好你顾问的工作就好。他已经不是你原本以为那个温柔体贴的为人哥了。他们一起进旅馆哎！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要哭啊？去的日子，每日夜宿点晚。